反正咱这门一般都是早上大锅菜啊。像咱这门办事儿，有的都吃好几顿他们的，管吃四顿。吃三顿好菜。我那个哪儿去厉害？他圈儿太细了。我王二。王二啊，早上有整桌。那像你这一个月都这样，如果给外人就这干，能收入能收入多少？这个收入，一个月我能挣5000块钱。4000-5000块钱，你这就这包给外人包这啊？那也太少了。我干的呀，干的不干活了。那不多，反正恁这活收入假，好点儿。哎，假了。这一般都是不是来的早了搁这儿吃这个菜哈？刚好让人搁，别管他。谁来了谁吃。马上到好了。现在快7点出事了，还不好好嘞？马上来。咸的咸的，酸的咸的，可有味儿。Yeah.